公主。施主，你叫唤何人啊？我叫唤公主啊。公主是施主，你何人呢？公主是我妻夫。施主，你叫唤妻夫，我何应该做家中调换房中调换？我怕会叫到你不满。Thank you.
退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你唔好拗住，我想求下你。剛才嗰首就係帝女化之堪輿啊！